来这里的话呢，题目呢，它给了一张图，是我们东亚地区附近的地面的天气图。然后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三角形的符号咯，这些三角形代表是谁嘞？是冷锋哦。哦，那三角形的符号呢，它画的方向呢往东南方，所以冷锋即将往东南方移动。然后你们黑板现在写的是33题，对不对？那33题的话呢，问了什么呢？他说 V 点的风向，所以我们来找一下 V 的哦。V 点如何了呢？来 ，V 点在这里。那这有 A、B、C， 我们等一下 A 跟 B 呢，因为刚好在等压线上面，我们一起解决。解决之前呢，看清楚这里有个 L， 有找到吧？这个 L 哦，在日本呢、韩国这一带，所以呢是温带地区。那 L 的话呢，我们做气旋，气旋如何了？空气怎么动？嗯。时钟的旋哦，我的方怎么那么帅？逆时钟的旋 ，loop 好不好？逆时钟哦，是我现在滑鼠的方向，旋 loop 哦，所以 B 应该吹什么风？东风或者呢东为主，因为呢这个叫做，如果这样讲正东啦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呢，也许你画有点东南啦，南一点点。来，那这个 A 点的话呢，就吹进来了、哦，所以 A 点的话呢，应该叫做西南风。那题目问 B 点，所以应该东南没错吧？有没有东南？只是东为主，偏南一点点呐、啊。哦，它没有东南，所以它直接写东风，还可以接受吧？所以问题还是在一个地方哎，那个地方叫做 L 逆时钟旋度，你到底有没有记？没有记就整个都毁了哦。好啦，就这样咯。